我们来捡石榴做牡丹。由于纸张很大，拿起来不是很方便，我们就先按照画出的线条把外轮廓剪掉，这样纸的面积就变小了，方便于我们接下来的操作。把这个位置剪一下。剪毛刺的时候，我们先开边，然后呢再这样来剪。我们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，把所有的这个花瓣全部开出边来。接下来开始剪毛刺，我们由于这个位置对折了，我们一定要从对折的一边开始向另一边来剪。这样，一副石榴做牡丹就完成了。